在啊，你嘞？我问你，你觉得要不要？我说我最喜超好的，你给我一杯酒。OK 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进赛。啊，你嘞？你在说什么？就应该啦，对啊，不能吗？要写好啊。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合理的掉掉？就可是给一分的时候。给一分。我们跟着了，我们领。哦，就是上次我们挑战赢，然后就可以。什么？考第一，或是比赛第一，或就是有一些我们啊，请你们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请？刚才在讲了，我常问老师，准备老师，但是写作业写好要请你们，不用。那你问你为什么？他们两个都说，你跟他们讲说应该。我知道，因为作业是本来我们要写的，不是。不是为了饮料才写的。对。哦，为什么一定要写作业？不问很多，所以很少。只有作为我们的任务。哦，是一个任务。那你想要写作业，老师，我们听老师讲就没有用。哦，而且你可以写的可能没有那么好，你可以写的很好，就是一个练习，不一定考得好。那真的，我今天如果真的写得好，我要给你饮料这样子。不用，不用。对啊，啊你嘞？你觉得非常好 ，OK， 我现在问到了六种答案，谢谢大家。那你们明天就要重录了，是吗？对，应该。OK， 那明天再见。